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的迪迦奥特曼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。哎，我来到海边玩的时候呢，看到了几个人类，但是你看哈，这些人类呢好像是变成了丧尸啊。因为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呢是非常的奇怪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当我过来的时候呢，他们竟然用枪在指着我。我去，这是什么鬼？难道这些人类变成丧尸以后过来对付我了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慢慢的过来看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去，我刚想说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伤害我的啊，他们就毫不留情的开枪把我给打死了，对吧？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来。嘿，没想到这些人挺可恶的啊，你看这么强啊，我一复活回到这里，他们你看，好吧，我们得从另外一个传送门出去了啊。来，走到这边来吧，走到这边来，小心点，他们还在这个泳池那边啊。我们现在继续过去，嘘，你看，看得到吧？我放大一点啊，他们还以为我会出来，用枪在指着我啊。一个，我们走远一点来打他们啊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好，这边呢已经打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啊。我去，这些人类变成丧尸啊，确实是挺厉害的啊，刚刚好像是把我打死了三次，对吧？好在我比较聪明，从另外一个传送门走出来了啊，把他们给消灭掉了啊。好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全部都被我给打死了。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